在吃饭吗？我没有在吃饭，我现在在 Miggy 姐住的地方来拿你们的礼物了。我现在在一间厕所，我现在在一个厕所。因为呢，要来拿你们的礼物了。对的。而且今天支配者就不会透过微信支配我，因为他人就在旁边。是的，吴若琳，我在厕所跟你们相遇，看不出来厕所吧？感觉好像在一个餐厅之类的，对不对？然后就我前面都是那个洗手台。教我男朋友抓头，可以啊，我可以教，这是我自己抓的。看起来像餐厅的，可以。蜜姐住的地方厕所像餐厅，感觉很像我在吃什么西餐之类的，是吧？感冒好一点了，好一点了，好一点了，但我脚没有好，你们看还是绑着的。哎，我是不是有点没形象？头发抓的可以吗？今天抓的，哎妈！所有味道的现在马上出去。我现在讲话有回音的，你们感觉出来吗？眼睛发型不错吗？哎，这个发型好像今天大家觉得抓的不错。蜜姐今天看到我也说我头发抓得不错，我今天顺便来签名了，上次把娃娃给了支配者，然后我没签名。上次这个 得主是谁？有没有上次得主有没有在？今天呢签了名就可以寄出去了。很适合 K 歌吗？下的泪里掉不止情的泪，我有什么想有没有在海里面。厕所 ，K 歌厕所。混响很好，哎，专业，我怎么这么专业的？这么专业，混响直接说混响，哎，今天直播一个小时吧，我记得我们今天直播一个小时吧。对吧？我记得我们是直播一个小时，是吗？它是有规定时间吗？我也忘了。但我等会直播完之后，我要去拍个，好像不能讲，我要拍个短片，拍个小物料。今天眼睛不红吗？我眼睛好像好了一点。放新的 demo。啊，对对对，某音某音。好了，飞机上面的问号，你好。Demo 啊 ，Demo 上次好像有放过。银河系还在搞，我刚好今天还在对编曲呢。但可以清唱，或者说放 Demo 唱，可以清唱。放其他 demo， 再放下去就一直放吗？哦，预告一下，我跟 Oliver 的歌，他昨天跟我说22号就发了，你们可以先听一下我跟 Oliver feat 的歌。对的，对的，也是一首比较拽的歌啊。来把这个调高一点，等我一下啊，我感觉它需要高一点。嗯，你等我一下啊，支配者在说话。
你这个你的声音一直那个哦。OK OK， 来展示一下各位。今天要抽的手表呢？好吧，啊，看到没？硬汉耳环、硬汉项链、硬汉 T 恤，配上粉色手表。今天会抽这个，好不好？我们特别感谢，你们要感谢米莉姐帮你们要的，还要感谢 G-Shock 好吗 ？G-Shock， 你们今天520可以抽一下这个手表，自己戴啊，或送给你的另外一半都很合适哦，好吗？然后今天还会再抽另外一个东西，有这个 Pop Mart 他们的手办，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好吗？这很酷哦，很可爱。所以无论你们，他们还是有送礼物给大家的，我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超可爱，但我就不把它打开了，好不好？非常可爱，摆着很可爱。打开的话就麻烦了，就是全新的给你们。对，所以呢，今天直播呢，我们今天直播可能不会太长，因为等会还要拍东西，但是呢会送你们东西，希望你们可以开心，好不好？可以，谢谢 G Shop， 谢谢 Mini 姐，谢谢 Pop Mart， 谢谢 Mini 姐。这个你们戴应该还挺合适的，我感觉。来啊！我看到，让支配者也入境，米姐也让人入境啊！我不知道，小好像是什么。玉子，可以啊，蜜姐在这边，她直播，她都会也在看。来，啊，哇，你们的好礼都是她，好礼都是她那个，这要怎么讲？争取而来，天哪！大家真的是要把别人夸上天了。你确定我要这样讲？你们听到吗？蜜姐说你们把她夸爆，她下次再争取更大的奖。太夸张了，我今天穿的有点多，我这样还穿的多，我穿这么少就一件 T 恤而已。其实这个厕所直播起来还挺有感觉的，我感觉你们自己老实说，就这个地方其实看起来很像是餐厅。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选厕所吗？因为上面有一盏化妆灯，有这个化妆的这个在叫什么？就是化妆灯嘛，对吧？有化妆镜，然后化妆灯，然后就刚好可以打光。我应该骗你们，我在一家餐厅。是的，我就是来偷光了。怎么样？你们今天干嘛吗？你们今天其实你们有空来看直播的，是不是都没有陪另外一半啊？啊，你们怎么没有陪你们的情人呢？陪你们的情人。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体会。气氛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我还是个孩子，你们的情人呢？
我不是你们的情人。你们去，我是单身渣男，你们不要把我当情人。单身渣男，我看起来像这个好情人吗？你们确定吗？最好不要找我当情人。She said, "I wanna taste." 什么？现在你们都喜欢这种坏的，是吗？怎么样？你们有？我们聊一下嘛。每个人今天要告白的吗？我帮你们告白吗？你们说出你们要告白的名字，我帮你们告白吗？然后为他献唱一首歌，献唱。只要你让我牵着手带你走 ，I'll let you know。你们讲出你们的那个要告白的人，我认真的，不是我啊，不是我啊，认真的，在你们平时见得到的那种，就是平时就在邻居啊，或者是同学啊，或者是发小啊那种，发小是形容男女都可以吧，对吧？祝比利嗨吗？比利 ，OK 啊，比利生日快乐！青梅竹马，因为我家乡不讲发小，我家乡都讲。啊对，青梅竹马，考研先，斩断意中人，帮我向赖玉哲告白，不要向我告白啦，是吗？有人快生日了是不是？那好啊，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好不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北京场定了，但北京不是我个人表演，北京是我，接的一个，就是去帮忙唱的一个，算是拼盘吧，对啊，北京不是个人演出。我现在还要再赶至少四首歌吧，然后到时候就可以把专辑发出来了，三十四首，所以等一下哦，哥，好，我要放个歌哦。表白一下 ，A Street， A Street 不是我的那个名字吗 ？A 街，我、哦、这个，我发现我穿这个衣服有一点问题，就是它非常好看，可是我的这个字是白色的，然后我就特别会吃字，你们知道吗 ？Cash 会收。不用 spend our money 会放在专辑里面啊，对啊 spend our money cash suck my heart， 非常适合 whirling 好不好，好好的吸我的心脏， suck my heart， 这个动作是能做的吗？我会不会被关直播？好啊，我也想啊，先把东西弄出来嘛，先把专辑封面拍好拍帅嘛，然后拍屌嘛，然后歌做好，然后我们再看后面的怎么搞，对吧？第一张专辑总得好好搞一下吧。几分甜唱啊，干嘛不唱？唱啊，几分甜不就是为了520，哎，几分甜就是在520写的啊，不就是很适合吗？对不对？几分甜就是在
哎，为什么大家突然都在抽红包？这红包哪来啊？为什么我直播有红包啊？我也可以抽吗？我不能。哦，好啊，大家有了那个有了金钱的诱惑之后就不打字啊，就开始每个都在抽红包。好啊，大家都是这样，就是只要抠抠。好啊好啊，等你们抽完嘛，好不好？等一下记得顺便把钱打到我们这边。开玩笑的，别真的打过来。对啊，你有没有听我逼逼扯扯不是重点，因为我怎么逼来逼去也就那几句话。重点是你们今天要来抽奖，好不好？我觉得很开心，就是你们可以抽奖拿到东西，我会觉得挺开心。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如果今天以前小时候就有参加过那种抽奖。就是如果我有抽到，我会很开心，我会非常开心，就觉得很好玩。一方面会觉得很幸运，觉得自己很幸运，心情很好。所以我觉得如果像这样子啊，就是有好的奖品可以送给你们，我都觉得很开心。所以我特地在群里面讲了，就是哪怕你们就是抽个一点时间来抽个奖，我觉得都挺好的。你看有会不会有人一整有没有那种就是直播都没出现？然后他刚好很忙很忙，到那个抽奖的时候出现，就他抽中，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就那种完全都没有参与整个直播的，然后就只来抽奖，然后就抽中。我是小学生送我，我有小学生在那个直播间吗？不要闹了吧。这样子我感觉我要注意我的言行举止，我才不要。什么还有幼儿园？也是啊，反正我也才初中而已啊，我才初二，跟你们差没大你们多少，我初二啊，我最近在准备考试，我初中生啊。我刚出生，我刚刚还在游泳，你们听得懂吗？听得懂的人代表你已经不是小学生了。发个大红包让你们抢，我怎么发大红包？我也不会发。哦，你们上次叫我去测那个 MBTI， 我有去测，哎，我还截图了，我有测。我跟你讲，我那个测，我要看那个报告，还付了钱，多少钱我忘记了，我没多少钱，但是他说要看，我就做题做一做之后，他跟我说要付多少钱才可以看，那我就付了，然后就看到他测我的那个，我被骗了吗？我看的那个是要钱的，我去测了。我忘记多少钱了，反正几块钱吧。而且他选择有两个，一个是你可以，一个是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格，这是一个价钱，然后第二个是告诉你什么样人格之后还教你怎么去改进你的缺点，分析你的优势，然后我就选择第二个，就是比较贵那个，然后可以改进你的缺点跟分享你的优势的那个。对，我到时候看一下，我能发群里啊。我记得我有拍，应该在我手机里面，但很长哎，非常长，就是这样子一个这么长的那个东西。韭菜，我被割韭菜了吗？我被割韭菜，
我被割韭菜啊！天啊！没事没事，小韭菜小韭菜，好险！不是大韭菜，大韭菜我就要去吃土了。我是 I 还是 E？ 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得看。我得看，在你们这个手机，不是我这个手机里面好像没有，我看一下，我记得我被充过了。哦，我给你们看，我今天有去一个地方叫做盘龙天地，拍了几张照片给你们看，好不好？就今天拍的，就今天才拍的，要看吗？这好像是一个古迹改成商场的地方。拍了一些照片，大同小异啊，其实。我拍照不是都那个样子吗？啊，我不开箱给你们看的，这样子我就不能发微博或发的时候假装是那一天的事情，我应该不要告诉你们。然后不告诉你们，我就可以假装我是那天出门。失算，失算，失算，失算了，真的是不该跟你们讲了。哦，我刚刚太急着分享。藏不住吗？不用啊，不麻烦。唱歌嘛，好啊，唱嘛，唱什么嘛？你们说嘛，唱什么嘛？你们讲嘛，你们说呗，你们说我唱啊，说啊。集体，你知道集体失忆就是你们要这样按下那个键，你们就全部失忆，闪一道光，按下，然后你们全部人就变那个。银河系，银河系那里还是只能先银河系的清唱吧，好吧，我这边也没吉他，我也没有那个。想让你飞到银河系看流星 ，Can you feel me？ 最坏的游戏，让身体间的距离忽远忽近，摇晃的喘息 ，Can you feel？ You're my only one， You're my only one。You're my onl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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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月光照亮着你赤裸的爱。没听过的，当然有你们没听过的啊。啊，唱一点点就好了，好不好？你们听得出来那句歌词什么？当月光照亮着你赤裸的爱，能卸下一切伪装真实的坏，融化了所有防备坠入你的怀。 My body now is all for you。 Verse 2的歌词， Verse 2是说唱吗？Verse 2说唱是什么？怎么唱啊？啊，到时候你们再看歌词嘛，好不好？算是一个小渣歌，没有浪漫的歌了。看一下，伴奏就是 demo。等一下啊，各位。嗯，在哪里了？在哪呢？放几分甜吗？
沉默的爱，不是，不是沉默的爱。哦、我咬字这么不清楚的吗？当月光照亮着你，赤裸的爱，那卸下一切伪装，真实的坏。当月光照亮着你，赤裸的爱，那卸下一切伪装，真实的坏。赤裸的爱，你们不懂吗？你们不懂赤裸的爱吗？你们还不够，你们还太小了，你们不知道什么是赤裸的爱。我来放一下什么几分条好不好？上。好，我们唱个完整的几分甜嘛，好不好吗？你的眼神让我失了控，想了解你的一切，想着冷漠，我的心情可我不能错过你，就是你，只要你。只要你让我牵着手带你走 I'll let you know 不只要你让我牵着手带你走 I'll let you know 这口味叫做 Sweet, sweet 有几分糖的爱情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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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et想与你电话讲到累才会愿意睡肚子饿 OK 我坐在天地位逛街走的累别担心我会陪、yeah、只要你要我陪隔着海里马飞在我心中真的没有人比你遇见你我才了解 LOVE 最好的抱歉就我手 Be my baby 带起要你让我牵手带你走 I'll let you know 以后都在厕所唱 Let you 这口味叫做 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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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et 有几分糖的爱情我的手 Yeah像是发了疯，每天都是在微信跳出你的名字。你是真的坏，没经过同意就随便带走我的心。I got everything， 还有是费洛因。在哥哥这里什么都别担心，你放心公主。I just want to love you, baby. You should already know. 我手机都能让你接受，不用猜我。你换码靠在我的肩。I'm so sorry， 真的是因为哦你的每一牵手。带你走 I'll let you know 不只有你让我牵着手带你走 I'll let you know 这口味叫做 Woo! 要几分糖的爱情你的眼神让我失了控想了解你你们真的是就是你想着几分甜的爱情真的是被都逗谁啊真的是你们讲在就是什么厕所唱什么就很有笑啊厕所歌王好，我们来抽奖，抽奖，抽奖，唱完一首歌来抽，抽奖好不好？来，你要哦，你要要撕掉吗？哎，可以啊，可以撕掉。它已经破掉了。嗯。好吧，我们就把外面这层纸给撕了，到时候你们收到就是没有这个纸了，好不好？这个纸。
值。来，我们先抽这个手办，好不好？有 Popmart 提供的。留什么呢？就留520快乐吧，好不好？祝啊，留祝大家520快乐，好不好？祝大家520快乐，好不好？对，祝大家520快乐，祝大家520快乐，八个字。太长了吧？嗯。OK， 刷起来各位，祝大家五二零快乐，好吗？抽他，感觉他好像叫做，Coca， 应该是 Coca 吧 ，Coca。好，刷起来，我们来一样老样子，我们直接公布好不好？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直接公布的，没有再拖的，一样我会拍照。我们数，我数十秒，好不好？让大家有一个预备，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拍照。OK， 拍好了，好了，可以了，已经有得主了。让我来看一下是谁得奖了。哇，这个人，好像没有看过他得奖过哎，这个人。要直接看了吗？我好像没有看过他得奖过哎，而且他是差一点就没得奖了，他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模糊的字体上面，随便，反正不是我，有人这么没有自信了吗？这个人叫做黑羽茶，黑羽茶，黑羽茶，对吧？这个字是黑羽茶。黑羽茶在哪？有吗？黑羽茶说个话吗？你中了，恭喜你啊！恭喜！所以呢，你就抽到了这个400%的这个手办。今天是你生日啊，那么刚好，那我们为你献上生日快乐歌，好不好？把这个礼物送给你，恭喜你得奖。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恭喜你，好不好？那这就是你的啊，到时候你再会有工作人员，你再跟他联系，他就会寄到你家。黑羽茶，恭喜你，没有抽到的人也不用担心啊，因为如果你抽中了第一奖。就代表你跟手表是无缘的，因为总不能两个抽到一样的嘛，对吧？那这样，但是还是恭喜黑羽茶。我们第二个你就有机会抽到手表嘛？那当然不是这一只啊，这只是我自己的，到时候会有一个新的，有盒子的，就全新的，好吗？然后等会我们晚一点，咱们再逼逼扯扯一下之后，我们就今天抽出这个手表的得主。如果黑羽茶你在中了手表的话，那真的就你真的是生日大赢家。但我觉得这样，但是如果中那个，
对，我们这个是，哇，情人节款的 G-Shock， 送给你们。对，好啦，那你的礼物就在这了，好不好？等会再搞一搞。主播把你送我，不定啊，还会抽啊，怎么可能呢？你们怎么觉得就不可能中了呢？有可能还会中啊，对不对？没事，陪跑专业户。对啊，我们一定有可能还会中啊。全体，你们现在，你们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现在人在哪，好不好？就是你们在直播里面的人，你们现在人在哪里？就是这个520，你们在哪吗？参与感100，中奖率0。在寝室，在宿舍，在厕所，有人也在厕所吗？单身狗别这样子，连麦啊！到底怎么连麦啊？你们谁可以连麦？你们自己连啊？就连上来吗？我也不会搞这个。在房间，就你们可以直接连是吗？可以跟我对话？那你跟我的对话不就让大家都听到了吗？对，你们可以去那个蹭一下黑羽茶的运气。好啊，那你们来啊，来连啊，搞那么久连一下嘛。但我不知道怎么搞，你们来搞啊。你们来啊，你们弄，我按同意啊。你们来，我同意啊。哪里可以申请啊？哪里可以按申请？哪里可以按？下面那个三个点吗？一起聊对吧？由于设备性的原因暂时不支持一起聊。什么设备原因？右下角第三个哦，我看到了。哦，同频连麦，有三个人想跟我连麦。代替太阳蛋炒公爵，那我是三个都开吗？那我你可是好几个啊，有五个人呢，我要都开吗？应该只能一个是吧？那我就选我先选。等一下，你没有听到？你有听到米莉姐在讲话吗？所以你是怎样啊？不带连不连啊？你们平时会连吗？你们平时看别人的直播会连吗？互联网原始人，我平时就没在开直播，都没看过吗？你真的很老年人哎，那连麦是要连给你朋友？那他们要连啊，那就是怎样搞啊？当然不要，就是不。啊，咪咪姐说不要连啊，那我被一个大老块，我不能讲他年纪。你真的完蛋了。什么？你真的惨了你。你刚才说什么？我没有讲什么。我啥也没讲啊。小说。说属谁的 ID 什么名？
care， 这女人的年纪是不能乱暴露的，好不好？是吧？对。我看一下你们打什么啊？没有啦，不会死定。我等会要去拍东西，我去拍物料了，拍完要回家了。沾什么水？嗯。对，今天、好快了，8:42了。你们要干嘛吗？说嘛，干嘛吗？对，我们差不多到9点，今天1个小时，因为我拍完东西之后，我回家我还要搞歌呢，今天还在对东西。刚体测完的大学生新歌 demo， 唱歌今天效果这么好，对啊，厕所有混响很好。你们知道我的那个做歌的房间特别不适合直播唱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边有吸音棉，又有地毯，然后后面又有窗帘，等于说我在那边唱歌是最干的。就是平时我自己唱的那个几句，在我的那个房间那个地方，那边是最干的地方。我没有画眼影啊，我的眼睛天然黑啊。下次还来这直播？妈，没让我直播就跑到别人家里打扰吗？那也太那个了吧。今天呢，是因为要来拿你们的礼物，好不好？你们的礼物在这。唱什么嘛？你们说嘛？唱什么嘛？选一个嘛？你们选一个嘛？两只老虎的歌词，我还怕我唱错。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嘴巴，真奇怪，对吧 ？Forever 吗？好 ，Forever。那我还是得。为什么大家今天都要唱听 Forever？ 好奇怪啊，为什么？在这一刻永远，星空灿烂的午夜，闭上你的每个天，就停在这一刻，副歌一起 Let's go Stop time this moment Yeah Let me stay with you forever Stop time this moment I swear to God I'm ready to find my heart only for you Before the kids smell forever on you好，第一次大家就是都要听 Forever。 我们唱完第二个 verse 差不多吧，这个好长啊。哇，这边的词 Yeah
Everybody talk about me, I'm thinking about you falling. Listen, Jenny, 他们都比不上你。放下狮子座的骄傲，只为你框架 ，Baby, we don't need it, need it, 只是浪漫 everyday 的陷阱。在我的 on the April playlist, don't worry about your life, yeah, look at me now, you got it, spend it, huh? Stop time this moment, yeah. Let me stay with you forever.Forever, stop telling this moment. This moment, I swear to God, I'm raising power of my heart only for you. If it's a kid's smell forever on you.我就把它唱了，可惜听不懂。看着你入睡，他躺在我的身边，星空灿烂的午夜，能否停在这一刻永远？往事不堪一击，傻，好，毫无限制的爱，我马上来啊。我把电脑放在我大腿上，好好受限啊。I just want you to dance with me, you're so shiny tonight, 闭上眼 dance with me, 尽情放肆摇摆，风舞着跳舞，跟随我的脚步，感受着无限制的爱。Now baby dance with me, I'm the star with tonight, 闭上眼 dance with me, 尽情释放依赖，浪漫的角度，卸下所有包袱，享受着无限制的爱。Oh girl, you're想不到太多，你向我说浮夸了太多，你说爱危险，不像是永远，承诺是谎言。我说 I'll prove it, I'll prove it, girl, 我会满足手舞台。Oh baby, I'm still loving you, no lie.温柔地牵起你的手对你说 Dance with me, I'm so shiny tonight, 闭上眼 dance with me, 尽情放肆摇摆，我舞池跳舞，跟随我的脚步，感受着无限制的爱。 Now baby dance with me, Now baby dance with me,浪漫的角度，卸下所有包袱，享受着无限制的爱。动态，你每个动态，一举一动影响着我心跳动脉。是什么都给你，是什么都为你，你只需一个职位叫做我的唯一。I'm a can, but you're my, my body. 谁能将你取代 no, nobody? 虽然你脾气复杂像那口红色，我为你学会辨别，不再流氓刺扰。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Barbie， 什么互动啊？就这样拿着。I just want to dance with me, you're so shiny tonight, 闭上眼 dance with me, 尽情放肆摇摆，我舞池跳舞，跟随我的脚步，感受着无限制的爱。Now baby dance with me, star with tonight, 闭上眼 dance with me, 尽情释放依赖，浪漫的角度，卸下所有包袱，享受着无限制的爱。Dance with me, I just want you dance with me, I just want you dance with me.Won't you?
dance with me. 谢谢。我把那个电脑拿远一点了，伴奏就小一点了，因为刚刚我放在大腿上，你们可能听不到。喝个水啊，战术喝水，战术喝水。时哦，手表，我、哦、差不多要抽手表了，我们马上就要准备结束了，所以我们要来抽手表了，好不好？各位。专业抽奖博主，那不好吗？抽奖不好，你不开心吗？还没听过，那再唱一首嘛，再唱嘛，还有时间吗？再唱什么吗？再唱什么吗？这样吗？唱完来抽就差不多了吗？那你会一起？现在再抽吗？哦哦哦。刚刚为了展示手表，你没看，把它摘下来，我戴上去。PayPal 人员已就位，哈哈哈。手表好不好，各位？等会要抽的手表。那现在抽吗？那么就你们就讲口号，就是 G-Shock， 就是就 G-Shock 吧，好不好？就 G-Shock， 太 shock， G-Shock。对 G-Shock S-H-O-C-K G-Shock G-S-H-O-C-K 没错，加油 G-Shock 好不好？我们就都打 G， 然后一条杠，然后 Shock 好不好？就是 G 一条杠 Shock 都打这样子，就像那个辣辣不怕辣那个样子， G 一条杠 Shock。 然后呢，打确定大家都打对之后呢，我们就来抽奖吧。对对对，你们先练习一下，你们练习一下，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奖，好不好？五二零，祝你们五二零快乐，祝你们，祝你们，啊，这不是情人节啊，这就是五二零快乐。你们先练习一下，练习一下，你们怎么样速度比较快？好吗？好，练习差不多了，我们准备来了。我们放个比较激动一点的歌来抽奖。来了。好紧张，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有吗？你们讲好吗？我操！哇超哇超超多超！哇，超多人差点得奖，哇，超棒的，大家都很踊跃，
笑死了！哇，超棒的，大家都踊跃参加，你笑死了！哇，这个好像也是从来没有得过的人哎。这个也是从来没有得过的人，太搞笑！我刚刚真的太搞笑。好像没有得过，我印象没有。公布了吗？那大家一听，大家一讲到没得过，然后每个人都说是我没得过。祝一下数值工作人员啊！我快笑死我，我刚刚真的太激动了，对不起。我觉得哇，超棒的，好吗？来，我们公布一下喽。我这个脸也太近了吧？叫做细 L 零零降娜，在这边也是很模糊的。快点，得奖者，快点自己出来！恭喜你获得 G Shock 已知 ，OK。那我来为你发个光 ，G Shock 已知，恭喜你啊，好不好？今天不会也是你生日吧？好吗？那不是这一只啊，因为那个你的会是一只新的。对，为你发光，好不好？哎，不是有一首歌？前方的的，哇哇哇哇，梦想啊，闪着光，恭喜你好不好，得奖，我们大家一起恭喜一下他。恭喜恭喜好不好，下次还有机会，下次还有机会的，过来。恭喜我女朋友中奖了，哇，你是他，他是你女朋友啊，所以你们是男女朋友都在这里面吗？是吗？这是情侣一起抽吗？这么浪漫的吗？跳下更发光，我只记得这个动作，还有这个。好不好？好不好？希望你们无论开心吗？你知道，我们今天再来附送一下今天得奖的，好不好？黑羽茶，这是你的礼物 ，Pop Mart 的那个手办，很可爱啊，非常好看，真的。然后，这个是 CL 零零零酱，你的名字还真的是，我还没办法 get 到逻辑，没办法，我还没有办法 get 到你的名字的逻辑。好吗？祝你们五二零快乐！那我这边呢，也要准备跟你们说再见啦。唱一首歌吧，再唱个热闹一点的吧。再唱一首歌好不好？支配着说，我们再选一首歌唱一下。520啊，我们再唱一首歌结束。没有，大家想要，大家抽完奖了，就不用唱了，赶紧走。哦，那蜜姐出来唱一首，然后你们就说还有奖吗？没有奖，然后我给一个帽子，然后就那个，然后没有开玩笑，真的有啊，是真的有，这哦，你可以先下去了啊，好，什么东西？
啊、你要抽吗？真的假的？我变成那个抽奖系博主，抽奖系博主。那我们再唱一首，在这个吗？这个吗？让大家开心一下嘛。再抽个帽子好不好？就是全新的一个 New Era 的帽子，挺好看的，非常永不褪色的酒红，配上现在很流行的绿色，要吗？我要戴一下吗？我戴一下，我抓头发，我戴了不就没了头发？我戴还要拍东西，我只能摆一下，摆一下可以，但是我这个头发压下去就不太好弄了。你转一下帽子啊，你会变。转帽子什么道理？要我转过的吗？嗯。顺便签个名可以啊，可以啊。今天的东西你们那个手办如果要签在哪里都可以说，到时候你们再跟那个工作人员讲一下就好。手表就不签了吧，你手表要签哪，对吧？手表可能没办法签了，除非你要求。帽子的话也可以签，对，看你们。签里面不可外露，可以啊，现在可以先签在里面。签在里面，要签的话应该是签这里面吧，这里面才不会露出来。签个帽子呗。姐，那个姐，那个签名的笔给我一下吧。哦，是金色的，刚好跟这个一样。那我们就签在里面吧，这样子。比较，你签在里面吧。不对，算了、啊，算了，先不签。你们抽中的人想签的再说嘛，好不好？这个不着急。好，来抽奖吧，我们直接抽吧。那我们抽完之后，我们就今天差不多了。别忽悠你，还要再唱一首歌。他们我都可以啊，但他们大家现在应该是比较着急抽奖。想看 rapper 跳舞，你们确定要一个？极乐净土不是有叫你跳吗？你确定要看一个脚还没好的人跳吗？极乐净土啊！什么是极乐净土？先那个吗？又唱又抽，唱完抽，好吗？那唱什么吗？你们说嘛！我们唱个说唱好不好？我们今天都没唱到 rap， 唱个 rap 好不好？我来选择一下，你们学会再跳。520哪里适合 U Line是一首那个，我这个不是抠鼻孔，我这个是扶鼻子，你们真的是鼻子很痒这里。我唱那么短，想一下。他这样你可以炫富。Where's rapper？ 我想，我们想一下啊、哦。优待别太合适。其实要合适还是几分甜合适不是吗？几分甜才合适今天了。Calling you 只能清唱，而且我只会副歌，怎么唱？ I'm calling you，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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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红橘子会不会跟我收钱啊？ I'm missing you，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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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I'm calling you，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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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I'm missing you,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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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新唱瑶的新歌，我还蛮喜欢我那一首的，就是那个上次放的那一首。Bad boys, bad bad girls, party no star, just bad bad door. 啊，我们都可以哦，也可以哦。啊、但是我那个档案不在，我想一下，我如果现在把这个画面往上，你没有，我如果把这个往上，哎，我如果往上，我会不会跳掉？用微信把一个档案传到我的手电脑上，会不会宕掉？会不会就没了？Wanna know you, wanna know you 很低耶，那个可能也是要清唱啊，随便我放，我们就唱，我们唱真空都市吧，好不好？没了就重开，没了就重开，不能，还是换。唱完抽奖结束哦。下的泪里的无止境的泪，有想不想就没在海平面，生命里的梦到底为了谁？ We live in the world， 烦人的事物太多，能不能一枪就把我带走，被失去不会那一句拜托，人嘴里的爱 just too much in life。 Why feel so cold? Just please don't want to I'm with you for I just please don't want to I'm with you for I just please don't want to I'm with you forI just need a word to a word for 梦想里的泪，回忆又播放，窒息了你的脸，人间里的痛再也找不回。 Oh yeah，转标过的就是 mine， 让风闯进车里头，路灯逐渐消失在带我离开喧嚣的那每一条路口，我试着找回嘴角的那个 V， 什么都不要 now， just wanna breathe， slow down， I gotta slow down， 的脑袋不停转着乱的圈，都是 leave， 窗外都快下起了大雨，背上没有雨具，背部的 copy， 微笑的神经像被麻痹，电台节目转着没有半个 funny， 落在引擎盖 ，look so bright。But I feel like no lie, so tight. I just need a word to a word for. Three, two, one. I just need a word to a word for.环节来了，
你们要说什么呢？那我们就要回台湾吗？我今年想回去啊，因为可以回去了。等到可是赶紧把专辑搞完，我就回去。今年一定要回去见见家人，见见朋友。好，我们来抽奖吧。我们来讲什么呢？讲啥呢？讲什么？那一样讲，就520好了。那就一样吧，祝大家520快乐，好不好？就太长了，就打520。没有区别啊。520打首付快啊。那没有，他们复制没有差。520，那我们就520吧，好不好？对啊，今天是520。我感觉这个没有什么温度了，我就祝大家520快乐吧，让每个人看到都是祝大家520快乐，好不好？祝大家520快乐。因为你们没有差吧，你们就是都是复制吧，对吧？对啊，祝大家520快乐，就要520，好，祝大家520快乐，好不好？祝大家520快乐，对啊，让所有今天没有人陪伴的人都有感受被大家祝福。好，那我们来吧，你们练习一下，我们这个抽完奖今天就结束了，好不好？把这个帽子给抽了。挺好看的这顶，好，来了，倒数10秒，10、9、8、7、6。刚刚出现没电，画面停住，我再数5秒啊，5、4。